大家好，这边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清理电脑垃圾。电脑跑上一段时间之后，就会累积大量的垃圾资料。清除这些垃圾资料，可以减少占用硬碟空间，也可以让 Windows 8跑得更顺畅。请大家到影片下方的说明栏位，栏位里面有 DOS 程式的网址和密码。下载完之后，点选两下。现在出现 DOS 视窗开始清除电脑垃圾，等到清除完毕，视窗会自己关闭，这样子就清除完成了。常常清除垃圾，可以让电脑跑得更顺畅。谢谢。